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通过设计，创造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数字体验。我们创新性地开拓了设计的边界，重塑数字世界里的语言，打造出属于 AndroidOS 独一无二的表达。经典的设计总是有序的。AndroidOS 通过强大的原子设计体系，重新构建了设计语言。它大大减少了系统视觉的复杂性，从整体的布局结构到内容的层级关系，从细微的形状考究到简单的元素排布，整个系统的设计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这些精彩的细节和灵动的变化，让信息的流动也变得轻松自然。人们因此更加聚焦和专注于内容本身，信息的浏览和获取都变得无与伦比的简单。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简单是似曾相识的，人们可以用以往熟悉的方式去探索数字世界，于是内容的呈现方式变得无比重要。 AndroidOS 以突破性的方式让信息的呈现更加直观和丰富，每一处信息你都可以一目了然，甚至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思考，通过直觉就能感知到信息，好像内容的呈现本来就该如此。除此之外，我们更希望这一切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通过富有创造力的美学表达， AndroidOS 把那些自然而美妙的生活瞬间以令人欣喜的方式在数字世界里呈现。这些微小却生动的细节让你感觉到无比的亲切和自然，又值得细细品味。它帮助人们记录了生活，同时又通过独特的美学创造出绝无仅有的视觉体验。美是关于所有人的话题，我们在不断地思考如何能让设计更具独特性和包容性。为此， AndroidOS 彻底重建了个性化体系，丰富且独特的个性化设置可以轻松地满足你的需求，通过自由的创造连接起每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灵魂。这些丰富而有趣的选择帮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释放你生活的灵感和创意，让你总是能用新鲜的方式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数字世界。这些就是 AndroidOS 始终坚持的信念。我们运用设计的力量消除现实与数字之间的边界，通过极富创造力的方式帮助你更好地探索世界，并且从未停下过脚步。